Kính thưa các cha, chú sĩ đã cha phun nắng kêu đồ đại chứng đồ, đề bác sĩ tô chuyên dụng nên sĩ chỉ hàng. Chào mừng chị mừng tiền an. Cảm xa chồng đề hồi lãnh bố giới chức bài đang là cao dựa bình chiến lại kinh bài y lãnh sáng hạ lạc ký tội. Thì mấy chồng đề quan cảm xa ở đó đi kỳ nơi lời có thể spa và nụ kỳ hội lại kinh bài được quan sống sinh được chỉ dùng từ quan này bình chiến từ quan này tiếng căn từ lại chấp sự quan này kinh bạc quan là quân tiểu từ thủy quan này khí thủy quan này hình khang thủy quan này sim có quan cả điều xuống để từ lại thủy quan phong hội chủ chiến tranh sĩ tiểu từ cả bằng sản quan từ sinh sinh cả quan sản các tỷ lệ có quan cả nữa được hội đang u khơi lại thằng chào được hội lại kia sự văn ở đó được sinh nhà và kỳ đồ cũng có nhà sơ kỳ đồ sinh nhà Amen. Đại dục được chỉ ba năm trước ha, được sơ sơ đi chính khai sĩ thời chuẩn, có một cái Mỹ quốc cái công ty hoặc là Big E Hing công ty công ty ha, khi sĩ y là thầu kế hoặc là à sĩ hóa cụ sĩ hóa, y常常感觉讲伊家己的时间无够弹用，但按伊代志做未了。也所以伊用最少的时间来处理伊普通的事务，根本无时间来想讲伊个公司要安那来继续发展。诶，啊，所以伊后来吼，伊后来问伊一个顾问，迄个顾问或者李爱伟吼，伊向伊请教讲啊，这种情形要安那来改善。啊，这个李爱伟吼，伊就摕一张白纸起来，伊讲来头家请你写。你明仔一定爱做诶代志，你写六项都写落，遐个头家都来写落啊吼，啊写了，啊即李爱伟佫在讲，请你照重要甲无重要迄个顺序吼，照重要来，重要性来排列，为头一件排到第六件，然后排了以后啊，迄个李爱伟在讲，你明仔来到办公室，你就照即个顺序吼，为头一件开始做，为上重要迄件代志开始做。头一件要做了以前吼，你莫去想讲第二件代志要安那吼，你要头一件代志做，啊，搁来再搁做第二件、做第三件，安尼条条做吼，一件一件来完成。啊，万一若做无了，你讲做无了了紧吼，做无了留明仔载再搁来做，因为你至少已经做了遐上重要的代志。啊，这个头家啊，伊就照这个想法去做吼，伊感觉诶效果真好，伊搁推荐予伊个。同事来使用，后来伊问这个顾问讲，啊，你甲我讲这个方法，你感觉你这个方法就要偌多的顾问费来给你？啊，这个顾问伊真聪明啊，伊讲伊在头家讲，你感觉我这个想法值得偌多钱，你就给我偌多顾问费。后来这个头家寄一张25,000块的美金的支票哈，给伊。啊，想讲一百年前哈，这个。啊，照这个时阵的钱来算，有将近100万的代票，啊，但是是一百年前吼，这是一笔真大笔的金额，所以有人问这个头家讲，啊，这简单的手法，你为啥物就要付这多钱给伊？啊，这个头家伊定会讲，伊讲我开始做生意了后吼，这个想法是伊感觉上简单的想法，啊，伊讲啥物有路用的观念，毋是真简单的观念。真正是有路用的观念是拢真简单哈。哎，啊，我家己嘛有开始咧想讲，哎，我嘛用这个方法来管理我家己的时间，看我家己的时间有法度管理了较好。但是我发现讲，哎，其中有一个真困难的所在哈。我感觉上困难的所在就是，咱所需要做的代志，什么代志上重要？我发现要摆迄个重要性的时阵，无偌好摆。常常我拢感觉讲，哎，每一件代志，哪个拢足重要吼，拢袂用个来办啊。也所以，其实无偌好办吼。所以，这也亲像耶稣甲马太所讲的，讲你为着做做代志来挂虑，这其实嘛是咱家己的问题吼。咱必须爱分别讲，啥物代志是上重要，咱将迄个上重要迄个代志甲掉掉，啊，其他就唔免先挂虑。我记得我伫咧新竹的时阵啊，迄阵有一挂姊妹吼，伊就定爱讲，伊讲，
伊讲伊无法度亲像玛利亚安尼清醒，就伫个耶稣面头前来听耶稣来讲吼。伊讲伊就是爱遮无用者，遐无用者，爱也有人来引导，或者边头边西来，互因来请人下来食。啊，伊讲伊想讲啊，教会逐个人拢就伫个耶稣面头前来听吼，安尼就无人通服侍，无人通准备物件互供食吼。所以伊讲我袂晓做玛利亚，所以我干来晓做马太。嘿，啊，无法度亲像玛利亚去得到迄上好的福分，伊讲迄上好的福分，互别人来得，吼，伊来做马代来服侍大家就好。嘿，我感觉这姊妹吼，真正是真谦卑啦，吼，伊讲伊好的福分互别人得，但是我嘛感觉讲伊这种谦卑吼，谦卑了较过头。嘿，我感觉因为玛利亚甲马代两个差别，唔是刚刚一个。一个闲闲坐坐，静静坐伫耶稣面头前来听一个热心来服侍人尔吼，因个差别是真正是真大。马太是一个真热情，伊真热心来服侍个人吼，伊主动邀请耶稣甲门徒来到伊个厝。啊，耶稣因规面人至少十几个来到因个厝，所以马太要来招待因，所以真正是真无闲吼。啊，所以我常常我顶下帮咱教会了后，我常常发现咱教会逐礼拜拢有爱餐，其实这是真辛苦的服侍啦吼。我相信讲上帝会纪念咱教会主爱餐的姊妹吼，这是真正重要的服侍。啊，但是马太伊主爱餐的时阵吼，伊主甲心烦意乱，特别伊敢若家己一个主吼，爱看到伊的小妹玛利亚坐伫耶稣的脚前。那个盈盈咧听耶稣讲话无代志的款吼，拢干来听耶稣讲话，所以马太就耶稣讲我的小妹放我家己一个无闲吼，你敢讲无看到嘛？你紧吩咐伊来甲我斗三工。啊，结果耶稣竟然甲讲，耶稣一点仔拢无提点马太吼，伊颠倒对玛利亚讲话。耶稣讲马太啊，马太，你为着做做代志吼，会挂虑。但是所欠伊个干呐一项呐尔，玛利亚已经经着上好的婚礼，是袂用个家己抢去。马太伊无用个，招待人客，啊玛利亚那个真盈盈坐个听耶稣讲话，啊耶稣连都说替玛利亚讲话吼，啊这看起来像是耶稣偏心，耶稣较疼玛利亚。啊其实我相信不是吼，我相信耶稣疼玛利亚，但是伊共款嘛疼马太。因为伊听马太，伊才着爱同马太讲遮重、遮尔重要的代志。哦，我看马太伊服侍的态度，甲玛利亚无共款。哦，我就想讲，咱基督徒，咱咧服侍的时阵嘛，常常会拄着一挂困难。嘿，啊，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吼，令咱表现出来，我感觉咱表现出来上大个问题，就是发怨言，就是埋怨啦吼，埋怨。嘿，啊，亲像一些个人因出来去的时候。有冤啊，常常诶埋怨，啊因着像因摩西派十二个诶侦探去迦南地勘察，看因后晚要安怎入去迦南地。结果十二个人转来，有十个人讲迦南地诶人吼非常大汉，咱实在是袂用去吼，伫个因诶面头前，咱那甲迄臭美啊共款吼。甲因比起来吼，实在是袂比的。也所以会众听了，大家就开始哀怨吼，讲阿管伫咧哀求的时阵，感觉无所在通死，就爱要带我来死的吃吼。也所以因就开始发怨言，因是向摩西发怨言，但是上帝就感觉上帝的反应吼，上帝就答应讲这百姓看轻我，不甲当时吼。我伫个因中间行说一切善良，因犹阁毋信我，要甲当时。嘿，啊，所以当因咧发怨言的时阵吼，因真正是表示因毋信上帝，因看轻上帝吼。嘿，因为因毋相信上帝会替因解决问题，毋相信上帝伫个因中间掌管。啊，今仔日个经文内底，马太伊发的怨言，伊是直接向耶稣讲。伊埋怨伊个小妹玛利亚无来甲伊斗三工，也爱伊更加埋怨耶稣一点仔都无关心即种情形。啊，真正是伫咱教会内底，咱伫教会热心服侍兄弟姊妹，咱真正着爱愈需要警醒咱家己个态度。真正有当时啊，咱服侍了到真辛苦。我记得我伫个
好消息频道来对哈，那边因为帮上来对有迄空中处理哦。啊，有一个长老，有一个长老伊会讲吼，伊讲伊较早，伊迄是过一礼拜堂的长老了吼。伊讲伊较早主日的时阵去教会做礼拜，爱教会做礼拜，伊是透早就去到教会，啊去到教会就来伊也排好好，啊但礼拜堂扫好，啊过来伊就做招牌欢迎他的姊妹来做礼拜。最完交代了后，伊就做书会来带大家唱诗歌。做书会的然后，信华队要献诗，伊就要去参加信华队的献诗。啊，献诗了，伊就徛在台下顶来讲道。啊，讲道了，又搁徛在门下口来送大家灯灯。啊，然后送了，伊搁把礼拜堂的椅仔收起来，搁把礼拜堂整理了吼。也所以一个人位头做到尾吼，而且大家拜拢安尼。爱讲伊到尾来，伊就想讲，啊，为什么拢干那伊家己来做？为什么拢干那伊家己一个人来服侍其他的人伫倒位？啊，所以家己姊妹，咱真正是嘛是爱尽心，咱唔通将所有的代志拢放互团队，还是放互长子来做？因为这会成做真重的担当。团队还是长子，咱热心的家己姊妹，咱也唔通将所有的服侍拢排在咱家己的评价头。因为服侍上帝真正是拿服侍咱的生命会拿甘甜，服侍上帝千万唔通食做咱的担当，因为啊服侍上帝食做咱的担当，咱就一定会发光的。咱的服侍应该有效果，有啥物效果？咱的服侍应该会当帮助人，帮助其他的人更加明白上帝，帮助其他的人更加听上帝，更加愿意。军队上帝更加愿意来服侍上帝，但是当咱的服侍若真做重大，咱就开始发观念。啊，这个时阵，互咱服侍的人，伊就感觉讲，后头这就感觉真歹势吼，伊为互咱造成这么大的困扰，这么大的重大吼。而且当咱一面哀怨，一面埋怨，一面服侍，其实，互咱福建的人拢看会出来吼，拢感觉啊，安尼真正是无效果吼。当咱心里疲劳、充满埋怨的时阵，真正，予咱服侍人，我那真艰苦啦吼。因一定会因为安尼更加来明白上帝，更加来听上帝。所以，那咱感觉参加圣歌队真好，但是为什么侪兄弟姊妹拢无来参加？啊，即阵咱就爱来，咱要来鼓励兄弟姊妹来参加的时阵，上好的方法。就是咱家己，因为参加圣歌队的关系，咱伫圣歌队内底唱诗歌来敬拜上帝，咱家己真喜乐，咱家己因为见到上帝，因为甲上帝斗阵，所以咱的信仰得到改变，咱的信仰得到更新，得到改变，这是对咱上大的鼓励。别人也会因为咱的改变，伊羡慕咱的改变，所以伊也毋茫做伙来参加。所以虽然马太伊真热情来欢迎召开耶稣伫来伊个厝内吼，但是另外一方面，马太伊只是请耶稣伫来做伊个人客，干那请耶稣来做伊个人客吼。啊，咱想看咱啊去别人个厝吼，咱去因兜来做人客，其实咱大部分拢是会照主人个意思较方便。主人虽然会对人客真好啦吼，会真热情来款待人客，但是有时伊原来就爱表明伊是主人，所以做做代志就爱照伊的意思来做吼。所以马太伊伫个即个所在，伊要求耶稣就爱叫伊的小妹玛利亚来帮来带斗相共，即种态度伊就是要表明伊是做主人。啊，耶稣因为疼玛利亚，所以伊为玛利亚讲话；耶稣嘛疼马太吼，所以伊。马太讲话，伊用马太讲话，伊表明耶稣才是主，耶稣才是主，耶稣毋是来做人的人尔吼。所以咱每一个服侍耶稣的人吼，咱要服侍伊，咱要服侍耶稣进前吼，拢要先邀请耶稣入来咱的心内，拢要邀请耶稣入来咱的心内，请耶稣赦免咱的罪。耶稣是咱的救主，伊对罪的内面救咱脱离罪的捆绑。但是耶稣不是干那咱的救主人尔，伊也是咱的主。咱就按照耶稣照上帝的意思来行。啊，有人安尼比如啦吼，有人安尼比如讲，当咱阿个信主进行，咱心内拢有一个宝座，咱心内有一个宝座啦吼，有一个宝座。啊，
啊，未信主真正拢是咱家己做个，无做面顶，咱家己来发命令。但是当咱信主了后，咱就为迄个宝座面顶落来，咱请耶稣坐伫咱心内宝座的面顶，互耶稣来发命令。发命令吼，咱的一生拢来听上帝的命令，照上帝意思来行。信耶稣的人吼，无应该干那想要来发命令，来命令别人做这做那吼。信耶稣的人应该是爱听上帝的话。哎，照圣经所讲，咱就爱背家己的十字架来对呀，来跟对耶稣。啊，所以其实玛利亚伊的态度才是真正尊主最大，因为伊坐伫耶稣的脚前，静静来听耶稣讲话，听了上帝话了后，咱才会当以尊主最大的态度来服侍。所以咱真正，咱每一个人吼，拢真正应该反省咱家己。是不是咱的服侍，咱的生命有亲像玛利亚安尼尊主最大，还是咱亲像马太希望上帝听我的命令？马太另外一个问题吼，我感觉有另外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价值观，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亲像我先开始所讲，到底什么代志是重要，什么代志是上重要？我感觉马太伊无看重上帝所看重的代志。我捌看有一个牧师，伊写一本册吼，伊讲伊伫个礼拜中，甲毋是礼拜日吼，可能拜二、拜日也是拜三，伊拢是会知影是会准备伊个讲经，啊，会知影是伊着会祈祷，甲准备讲经吼。伊讲有一届有一个姊妹来找伊，啊，即、這个姊妹是会知影是来找伊吼，啊，即、這个姊妹真客气，着问牧师讲，牧师你即阵有时间无？阿牧师应讲，我即阵正在祈祷。啊，结果这个姊妹就讲，牧师，你即阵哪有时间吼？我有真重要的代志要麻烦你吼。啊，所以这个姊妹态度吼，就是反映出伊的态度，其实跟马太那个同款吼。马太伊感觉玛利亚坐伫个耶稣的面头前会听，啊，玛利亚那个无啥物代志会做吼。啊，所以咱甲上帝祈祷，其实这姊妹伊的态度嘛是安尼，那个无代志做，才来甲上帝祈祷。啊，所以因的态度拢表明讲，咱亲近上帝一点仔都无重要。但是亲近上帝却是耶稣所讲所欠用的迄一项，真正需要的，干那这一项是袂用的来放下。嘿，啊，现代的咱即阵现代的父母拢听咱家己的兄弟、查某囝因会比别人比袂过吼，拢怕他们输在起跑点上，惊因一开始拢就输别人。所以咱的小朋友吼，常常拢在学足侪才艺，嘿，想讲咱在学钢琴嘛，学跳舞，啊，有的阮看阮厝边有的啊，讲去学行棋，学舞蹈，嘿，啊，学侪的才艺吼。可能这才艺真正是拢袂歹啦吼，啊，但是这才艺到底有偌重要？咱有着爱为着讲啊，别人会晓舞蹈，伊袂晓，咱是毋是着爱真烦恼？是毋是为着这才艺，咱的囡仔无时间来亲近上帝？那安尼，咱真正是着爱反省，到底是咱的囡仔学才艺较重要，还是因并捌上帝较重要？耶稣以马太所讲的话，嘛是用咱所有的人来讲吼，所欠用的只有一项安尼，唔免为着做做代志来挂虑甲烦恼。真正应该烦恼的代志只有一项，就是咱有经着上帝所予咱上重要的迄项啊无。我记我伫个新竹的时阵啊，我迄阵有常常唱一条诗歌，迄、那个歌名叫做《上大的代志》，上大的事吼。啊，迄是主耶稣来唱伊的歌词，讲伫个我一生中上大的事，就是认捌你，这是头一节吼。啊，第二节讲伫一生中上大的事，就是爱慕你。第三节讲伫个一生中上大的事，就是服侍你。吓、啊，这是阮迄阵常常爱唱的一条诗歌吼。啊，但是这条诗歌唱的时阵，我就会想讲，啊，一生内底上重要的代志。上重要的代志，不是干那应该一件啦，尔为虾米这个歌词内底每一段的歌词所写的拢无同款？啊，但是我后来才想吼，其实这是咱生命内底无同款的阶段啦吼。当咱还未明白上帝进前，这个时阵上重要的代志就是明白主耶稣。嘿，啊，因为咱
认捌主耶稣，这是咱得救的开始吼。要未认捌主的人吼，伊是无法度通服侍主的吼。所以认捌主、认捌主耶稣，这是上重要。当咱认捌主了后，咱就要爱慕伊，咱需要更加认捌伊。因为主耶稣伊的丰盛、奥妙、伊的恩典，是咱一世人无法度完全来认捌、认捌了吼。咱要用一世人的时间，更加来认捌主。咱因为主的疼，咱因为希望更加认捌伊。这个时阵，要认捌主上好的方法，就是来服侍伊。因为主耶稣伊到这个世间来的时阵，伊就是要服侍人，伊就是要拯救人。咱要照主的态度来生活，咱才有法度更加来认捌伊，也才有法度更加来疼伊。所以服侍上帝，伊并不是讲咱传道牧师还是咱的中职的管理。其实每一位兄弟都应该来服侍上帝。咱感谢上帝吼，因为咱教会内底有最侪兄弟姊妹，伊拢会来帮，因为到三工来服侍，无论是妇女会来煮爱餐，也是圣乐队，拢会来献诗，还是最侪兄弟因伫个主日学内底来到三工来教主日学，还是来接送小朋友来教会，接送老大人来教会。我相信咱每一个做对个一个细个细囝的心情，上帝拢会记念。真正上帝一定会纪念你的服侍，咱的服侍无一定拢着爱真大，甚至无一定是即阵咱教会所有的。真正是会当，只要会当帮助别人更加明白耶稣，更加会当愿意来跟随耶稣，迄就是服侍。我记得我是前年的年底，迄阵转来教会教会。其实我转来教会，我主要只有一个目的，然后我目的就是要陪伴我的老爸来到教会。啊，迄个时阵，伊有一阵啊，确定来教会。啊，但是虽然即一阵啊，吼，伊较无来到教会，我犹原期待伊有一天，伊会当明白上帝，伊毋忘伊会有机会会搁再来吼。所以啊，上帝感动你，你也有感动吼，我也欢迎你来来关心我的老爸。我会对上帝面前来感谢你，我也恳求上帝来帮助你，会当有好的服侍，会当帮助我的老爸来认识上帝。啊，我另外一阵回来的时阵吼，我迄阵其实我已经几啊年拢伫国语的教会聚会，啊，迄阵听台语，我呾着爱胃口搁听起啦吼。啊，但是上无法度适应的，其实是我查某囝。伊对出世，伊就伫个园林一间国语教会来聚会，然后所以迄阵伊所有的朋友，伊一寡朋友从出世开始所结交的朋友，拢是迄间教会。啊，我记我伫迄间教会时阵，我嘛陪伊去上主日，然后上到一年了后，伊才开始会用个家己去上课。然后但是当伊转来到凤凰，伊所有的朋友拢无伫个嘛。所以迄阵我感觉阮做人父母的人，虽然阮知影有即个问题，但是我无法度为伊解决，阮只有来到上帝面前来祈祷。啊，真正是感谢最侪兄弟姊妹常常来关心，特别感谢有一寡小朋友吼，伊常常出来斗阵佚佗，所以伊后来适应了也袂歹。到去年、到今年啦吼，有开始阮转去园林参加一寡婚礼吼，啊婚礼参加上是要翕相，啊着有人叫讲即间教会的人来斗阵翕相，啊我问讲阮查某囝要去甲伊斗阵翕相，伊着讲啊我毋是伫即间教会，我是凤凰教会啦。然后感谢上帝吼，因为伊已经到了这间教会内底，然后我相信伫咱教会内底有最最好的朋友，真正。你会用帮助一个细囝适应教会内底的生活，让伊伫个教会内底继续来明白上帝，真正这是真重要的服侍，因为这对关系的家庭真正非常的重要。啊，去年尾啊，哦，前年啊，我先转来尾啊，迄阵的主日学校长甲迄阵牧师又邀请我讲要来教主日学，但是因为我拢感觉讲我是要来带我的爸爸来信主。啊！伊毋知当时有代志，有毋知当时会当来到教会，所以我就感觉讲我应该把时间留落，所以我阵无答应讲来教主日学，因为我是
礼拜日、主日来会知影是啥顿啊，所以其实阮顿啊，互阮教会时间无偌济啊。所以阮阵后来我就想讲，阮的时间较少，要参加啥物服侍吼，其实无偌简单。所以我就主动甲牧师讲，我会用呾互阮教会到最忙站啦吼，因为最忙站的代志无受着阮顿来互阮教会的时间的限制。所以对旧年的三月底开始，我就去申请咱教会忙站，一直做到今仔日。我感谢上帝，予我有机会伫这方面来服侍伊。我相信咱教会网站对教会是有帮助的，无论伫个教会内面，还是对教会外口吼。虽然讲到即阵，咱也无看到讲有啥物人因为网站的关系找到咱教会啦，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伊会显出伊的效果啦。嘿，真正是会当专心来服侍上帝吼，这是真值得感谢。但我知影有侪侪兄弟已经投入。主力都来对来服侍伊，而且服侍真侪年。喺这种长期投入一项服侍吼，这真正是我相信上帝是真正纪念这种的服侍。亲像这就亲像耶稣所讲吼，所看见的只有一项。其实咱服侍吼，真正是专心服侍一项。伫个一项服侍内底，专心投入咱的心力，专心将这服侍的效果达做了真好，这是非常重要。也所以我鼓励咱阿伯父。啥物服侍，咱伫姊妹吼，真正咱应该咱着爱来参与，因为咱若参与服侍人无够吼，其他一寡像中学是其他会兄弟姊妹，因可能着爱服侍真侪项，啊，若着爱有侪侪项诶服侍时阵，服侍着有可能来真侪咱诶担当。诶，啊，旧年底咱教会评选中心，啊，感谢兄弟会点人。甲上帝竞选，请我来做长老。其实我转来互阮教会，我一点仔都无准备要做长老，因为我感觉我会当投入的时间，会当参与的时间实在有真有限。我更加希望有搁较侪会带着个即部分的兄弟会当来当职吼，因为阮带关联，我嘛无啥可能讲真久长拢转来互阮教会聚会。然后我当然我相信，当我老爸还带着个皇冠的时阵。这个是像阮尽量拢会肯来互阮聚会。啊，去年迄阵林牧师伊离开的时阵，我感觉咱迄阵有做做无法度适应的所在。但是对我来讲吼，因为我拄我转来无偌久，我就感觉讲牧师阮离开这个时阵上重要的是，就爱找到一个好的牧师，紧紧找到一个好的牧师来继续来牧养咱。但是。对旧年底开始，咱就一直来拼搏，一直希望要找到一个好的牧师，但是一直拢无找到适合的牧师吼。一直到今年四月底迄个时阵，咱还阁无找到，而且迄阵已经超过申请宽度的期限。我感觉迄个时阵，我诶心内压力就真大。因为我感觉咱教会真正着需要一个好的牧师来支持咱吼。虽然伫个无牧师的时间，咱照常的聚会，照常的服侍，但是其实还有最侪需要牧师来服侍。哦，感谢上帝吼，真正伫个这段期间内底，我发现其他真侪场所有啊真侪安定的力量。真正是咱我们教会是上帝教会，上帝的掌管。啊，我会记在现场了常常来讲吼，伊常常来讲上帝逐世代做咱徛起的所在。上帝真正是上帝是咱的帮站吼，咱就唔免惊惊，唔免烦恼。啊，感谢上帝今年过去，迄阵天鸿辉牧师伊来讲，伊讲咱还用个搁申请烦恼，啊，咱就紧紧申请烦恼。啊，更加感谢上帝一切派雅玲团队来到咱教会。我相信这是一百年来咱教会头一摆有入团队吼，我相信上帝伊要做无同款的事工。也团队来到咱教会已经够外个，吼，我嘛看到咱侪侪兄弟姊妹拢尽量来招待团队，来陪团队来去探访，帮助团队紧紧来熟悉咱、认识咱的朋友甲咱的环境。咱看到侪侪青年、侪侪小朋友。因来陪伴团队，我相信这学生嘛拢是真重要，上帝嘛一定会纪念。我相信未来对咱同阮教会
哦，对咱的中职来讲，咱上重要就是要正做一个同心合意的团队，甲团队来配合，咱做伙来奉献这个地界来传福音，来引刷最侪人来归主。所以我搁再一摆吼，我要鼓励亚伯参与服侍的兄弟，请你做伙来参与。你若会用个对小朋友来讲故事，安尼，阮欢迎你来参与，都同主入学。主日的服侍吼，真正是需要你来参与。你若会用个帮助各中心的功课，会用个陪伴各中心的成长。我相信即阵的青少年团体，还有可能未来点播会的服侍，拢需要你来参与。你也会当带小组，你个小组内底关心家己姊妹，鼓励人更加来更加上帝。我相信你嘛，应该来甲团队来讨论，甲董事来讨论，有可能咱应该成立一个新的小组。诶，你也当帮忙来煮爱餐，哦，你也应该帮忙来接送朋友。我相信只要你愿意，你都应该有机会来到边，你到边来参与。啊，当然你也有兴趣要来管理网站，我嘛非常欢迎你，咱应该到边来讨论咯。啊，当然，我希望讲，兄弟，你要来参与的时阵，不是干那提出意见吼，你要真心来做，将你好的意见来当执行出来。有当时啊，你的意见别人我都完全接受，唔知影，我都完全知影你的意见吼，你就要家己来当做出来，有好的效果出来，别人咱边的人看到的时阵，更加会当照你的意见来开始服侍。等你开始服侍了，我相信上帝会继续来引导你，让你更加知影，伫个你一世人内底，上帝所要教导你上重要的服侍是啥物。当咱家己接受上帝给咱的使命了，我相信咱服侍的态度绝对无同款，咱应一定会更加积极，更加唔惊困难，因为咱唔惊遇到困难，因为知影这是上帝给咱一世人的使命。有上帝会带咱带领，伊甲咱伫个，咱一定会勇敢来进前。我相信咱甲主耶稣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是上重要，是真正袂当减的一项哦。所以服侍上帝是咱甲上帝来同工，是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咱邀请兄弟姊妹来参与服侍，这也是为着兄弟姊妹你家己的好处。因为当你在服侍时阵，上帝甲你同工，你甲上帝关系会哪来哪亲密。所以服侍主也是为着咱家己要更加明白主。所以爱会记的，咱服侍的时阵，咱唔通用做服侍啦，做活动来代替咱甲上帝的关系，因为服侍主是要帮助咱，甲帮助其他的兄弟姊妹继续来明白主。所以当咱在服侍的时阵，爱会记得主对马太所讲，所欠用的只有一项，咱是不是亲像玛利亚，已经选到迄上好的婚嫁？咱三甲阿头来。